20年了，20年的逃亡，20年的奋斗，20年的绝望。在机器拥有智慧的那一天，我们被宣告了死刑。审判日，他们接受了世界，人类称霸的日子结束了。我叫维里安，人类最后的生存者，也是人类最后的希望。哦对，还有阿琴。今天，就在今天，我将回到过去，改变这一切。我去警告他们，在危险发生之前，制止这一切。讲完了，拜拜。我走了，好好照顾你自己。段天真无邪单纯的爱恋，原来已经那么远，失去我才发现曾经做过的那一切。你要听我说，我从未来回来，未来有机器人，机器人他就把我们的皮肤啊、血液啊、骨骼啊全部都弄的，让他们变得跟我们全部都一样，然后他们每个人都像I will kill you， 然后就跟着 kill， 然后我们就啊，然后他们就每个都把枪拿起来，然后他们就kill， 啊没事，然后我们就去啊。然后就跑走，后来还有天狗吃月啊，五花八门的，然后沉鱼落雁其实我不知道什么意思，然后就像那首歌讲一样，如果有一天太阳不见了，世界会变得就像我刚刚讲的那样，知道吗？知道吗？ OK OK。 如果我明天醒来，发现。
阿文呢？阿文，阿文呢？